是求二、四、六、十、十二的算术平均数以及中位数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算术平均数是多少呢？就是加起来除以个数，所以我现在有五个数，我就把五个数加起来除以五。好，所以二加四加六加十加十二。好，所以三十四除以五，所以就等于六点八。所以我的算术平均数呢，就是六点八。好，那我要求我的中位数，那我已经照大小顺序排好了。好，二四六十十，二四六十十二，所以我的中位数呢是正中间的这一个。好，因为我有五项嘛，所以正中间的这个就是我的中位数。